系？昨天国土局打来电话，说我们那块地如果三个月不开发，政府很可能会收回去重新拍卖。可骏河公司目前拿不出钱来。我想让农民工闹事儿。什么？工人要跳楼？我可是已经做到仁至义尽，要真出什么事儿，你们骏河可得负责哦。你们谁是这儿的负责人呢？是我。这个主要是由于这个骏河公司啊没给我们钱，我们才没有钱给工人，工人才炸。我们必须在三个月内开工，否则松阴坝会被重新拍卖。德国那方面也表态了，只要地一到手，他们能出1亿美金把它建设成国际型会议中心，到时候咱俩就坐收渔利了。这可不仅仅是钱的问题，这是程宇生前最后的愿望，也是我们应该对他做出的承诺。可是欣安，你知道我们现在已经不具备什么实力了，以前的很多计划现在都已经搁浅了，俊豪的资金链已经断了。你好，原来是他。俊豪公司目前的情况啊，已不具备再贷款的条件了。你可是省里的纳税大户，看能不能在资金方面想想办法，帮一下俊豪啊。石总，刚才朱行长跟您说的那个事儿，拜托您了。海涛，如果海天真的能帮我们，那我们俊豪就有救了。沈心爱跟江成宇从小青梅竹马，而且他是江成宇生前的最爱，他有俊豪10%的股份。你是不是？海涛啊，当初江总建福利院纯属慈善行为，按俊豪目前的情况显然是不行的了，这还是其次，如果近期我们的项目再喂，海涛，我现在回国家，你能不能过来一下？好，我马上过来。
吧。找我来是为了宋林爸的事儿，对吗？亲爱，现在和当初情况不一样了，俊浩真的没有能力再做这件事情。在可行的前提下，我做过各种分析，但是真的不行。如果可行的话，我也会帮程昱完成这个心愿。我知道建这个福利院不仅仅是个慈善事业，也是他对父亲尽的一份孝心。因为伯伯当年也是个孤儿，爸，你现在怎么想？海天那边是什么态度？石磊他答应帮我们协调。心爱，海天一直是俊浩最强的竞争对手。当初为了松林坝，石磊和我们差点拼红了眼。他这个人很精明，背景很复杂，做事从来不按常理出牌，城府很深。当年如果不是江伯伯，俊浩真的很难和海天一较高低。不过那也是他爸爸给程昱开的唯一一次绿灯。你到我这儿来一下。我知道有家咖啡馆，很地道的。这点啊，劳逸结合嘛。要不要叫上心爱啊？喂，哎，心爱。哦，子毅啊。哎，你有没有时间一起出来喝杯咖啡？现在。对，就现在。子毅，出什么事儿了？你是不是又跟菲儿吵架了？我电话里说不清，你还是出来吧。啊，就在咱们跟菲儿常聚的那个地方，好吗？我现在就过去。哦，那好吧。好的。子毅。他可能又跟菲儿吵架了，我过去看看。这丫头，你去吧，我正好去一趟国土局。嗯。
喂，啊，表哥啊，刚睡醒啊？是啊，昨天晚上睡得晚。和子怡吵架了。哎呀，他怎么又给你下告状了？真讨厌。菲儿，不是我说你。你的性格我了解，对子怡好一点，别动不动就发脾气。你也不小了，你不能老像个小孩子一样任性吧？哎呀，我知道了。喂，亲爱，你好。你好。喝点什么？咖啡怎么样？嗯，好。来杯咖啡，一样的。子怡，你跟菲儿怎么了？我，是这样，是我约你出来的。我上次在滑雪场拍了一些照片，很冒昧啊，希望你能满意。看看，这都是磊哥心血。我接个电话。怎么，不想看看吗？不过你的钢琴弹得更好。谢谢，你的钢琴弹得很棒。对了，你经常去那儿滑雪吗？其实那家酒店是我跟程宇亲手设计的，那架钢琴也是他为了我摆在那儿的。不过我没想到像你这样的男人也能弹出那么柔情的曲子。谢谢。怎么样，喜欢吗？那首曲子是程宇最喜欢的。啊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有意的。咖啡，谢谢。哎，哎呦！哎哎哎，这个是你的。你们俩这气氛有点严肃啊。没有啊。对了，咖啡一会儿凉了，赶紧喝吧。啊，对了，石总。以后别叫我石总，叫我石磊行吗？对，我们都叫他石磊。嗯，上次周行长拜托您的那件事情。我知道。银行方面已经在开始办了，我想应该问题不大吧。那我可要好好谢谢你。嗯，等办完了再谢我吧，好吗？我可不想要空头支票。嗯，程宇在那个世界过得好吗？
宝贝儿，你回来了。妈，我爸呢？他们在哪？在书房捣鼓他那些玩意儿呢。是吗？他又弄的什么好东西了？谁知道啊？他呀，现在心里只有两件事，一个呀，就是你，一个就他那些宝贝。妈，你这话可别让我哥和我嫂子听见了，他们要是听见了，那可不高兴了。他在国外听不见。看看，骗了吧？乾隆年间的，哎，你看怎么样？爸，啊，说实话，我还真看不出这有什么特别的。哎呀，傻丫头，我告诉你吧，这个呀，鼻烟壶当中真正的精品呢。哎呀，我说你什么好啊，整天说这些，咱们家呀都变成你的古董店了。那最好不过了，越古老的东西越有生命力嘛。啊，爸，那要是照你这么说，以后老年社会的生产力发展的可就更快了。哎呀，那怎么能跟生产力相比呢？得，没话说了吧？话不能这么说，人活着总得有点兴趣和爱好才行。哦，饿着肚子也能谈兴趣和爱好呀？那你看你这个人怎么能这么说话呢？哎，妈，我觉着我爸他喜欢古董也不是什么坏事儿，没准啊哪天他那些瓶瓶罐罐就价值连城了呢。知我者，女儿也。大大大大台。哎，我吃醋了啊。哎呦，怎么了？睡不着啊？四妹。嗯。快冬至了吧？啊。哎呀，我想上镇粮那儿去看看。哎。我这老哥哥呀，行啊，哪天去看看。嗯，哦对了，给他带着泡菜去。嗯，他最喜欢我泡的泡菜了。嗯，上回带的该吃完了啊。而成宇这一出事，镇粮就落了个中风。嘿，因为我这医学教授的无能为力，惭愧啊。他老伴要不死啊，他也不会像现在这么孤独。哎，嗯，幸亏有个雪嫂。对，嗯，雪嫂这人不错，心也挺细，把镇粮照顾的还挺好的。老伴儿，嗯，睡吧啊。好，睡。你也要注意身体啊。哎，好好。嗯，把灯关了。哎，哎哎。哎，大嫂，不是一沈大姐弄的泡菜啊，哦？谢谢。又炖了点羊肉。哦，谢谢。啊，今天冬至我也炖了羊肉。哎呀，老哥哥，哎哎哎呀，冬至了啊。素梅给您炖了点羊肉汤啊，晚上啊，嗯，咱们老哥俩好好吃顿热乎的啊。行行，来。哎，你们来了，雪嫂您好。哎，快屋里坐。呀，你们一起来了？怎么，我们俩能不能一起来呀？啊，爸，我今天给你买了一件新衣服，一会儿吃完了饭您试试啊。瞧我们老爷子今天真高兴，现在呀，啊，他可把心爱当成他的宝贝女儿了。哦，高兴高兴，今天大家都高兴，趁热吃啊羊肉汤。好，喝点酒啊啊。
老哥哥，嗯，老规矩，我替咱们哥三个干了。嗯，咱们羊肉汤趁热，来来来来来啊！伤着没有？没。疼不疼？不疼。喂，依云啊。我还在办公室啊。这么晚了还没回去呀？吃饭了吗？今儿可是冬至啊。我知道是冬至。这么大的人了也不知道照顾自己。哎，去阿婆菜馆吧，你不是挺喜欢吃他们家的饼吗？哎呦呦，依云知道心疼人了，看来真是变成大姑娘了。你呀，就这么冷一顿热一顿的，看你胃病再犯的时候谁难受。快去吧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嗯，好。哎，今天喝多了吧？啊，我今天挺高兴的。哎，这年老哥呀。嗯。今天特别开心，是不是？是。哎，素梅啊，哎，咱们心爱这孩子可真是个好孩子啊！你看，他就知道怎么样去宽这个振良老哥的心。哎，嗯，振良老哥的老伴儿刚去世不久，接着儿子又出了车祸，搁谁谁都受不了。要不振良老哥能落下这个病啊？以后常看看他，多陪他聊聊天啊。是啊，是啊。来，把蜂蜜水喝了。哎，好好。嗯。哎，怎么样，老婆？今天玩的开心吗？开心。好，只要开心就好了。哎，老公。嗯。今天我在书上看到一段话，哦，写的特别好。什么话？书上说。爱情就是遇见，当一个男人遇见一个女人，靠近走在一起，或许可以牵手走完一生，或许只能走过一段路。我们应该为有人可以陪我们走过一段路而心存感激，至于能走多远，
那就是缘分了。所以花开花落，缘尽缘散，都不是我们人所能控制的。说得好。老公。啊。我们能够牵手走完一生吗？那当然。可是心爱。哎，是啊，心爱跟成宇那么好，真是没想到，真是太可惜了。成宇走了，心爱的魂儿也没了。哎呀，老婆，这个你不用担心。不是有句话是这么说吗？上帝把这扇窗户关上了，他会打开另外一扇门的。只不过是时间问题，你想想，像心爱这么漂亮的女人，追她的男人多的是，不用担心啊。心爱不一样的，她对感情特别执着，不然也不会发生以前那样的状况了。再说了，这世界上还有比程宇哥更好的人吗？他在心爱的眼里可是最完美的。你是说程宇？是吗？都是酒精惹的祸呀。哎，老公，嗯，你以后在外头可少喝酒啊。哎呀，老婆，你看你看你怎么扯到我身上来了。其实你是知道的，我也是不愿意喝酒。你不是不知道，我平常喝酒那是不得已嘛。啊，少喝可以，但不能喝醉了。我可不想你像程宇哥那样。你放心，有我这么漂亮的老婆陪着我，我还会有其他想法。再说了，酒没什么，只要你在我身边，我是不喝酒心里醉。贫嘴。真的。你老公爱你一辈子。真的。那当然是真的。去。去。哈哈哈哎呀，美人儿，你听我说，今天晚上确实不行，不行不行，我得开会呀、啊，啊，你们自己先玩去吧，啊，那有什么？哎，美人儿，过两天我一，啊，改天我来办，嗯，嗯，我知道了，其实那不算什么，但是你们必须记清楚了，立刻马上把手续给我办回来。你知道你们现在这样是违法的吗？啊，啊，那就这样。找我有事。周科长，这有两份文件，请您看一下。刚进门就打电话了，记住，晚上老地方见。给欣然打电话了没？打了，就等你了。你一天别禁锢的在家陪老公好不好？我们也需要人疼的。你这死丫头，我知道了，晚上见。好，拜拜。什么事儿啊？海涛哥，今天晚上有事儿吗？今天是平安夜，我晚上有安排了，啊，我现在在开会，这样吧，不聊了，挂了。哼，讨厌，再也不管你了。你刚才说款项会很快解决，真的有把握吗？应该是这样的，如果不出什么意外的话。试试来吧，他真的能帮俊豪吗？在这个问题上，我觉得海涛，我知道
你一直为俊豪的状况担忧，你的心情我能理解。放心吧，不会有事的。况且，我们真的很需要海天的帮助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希望大家就不要再有那么多的猜忌之心了，这样对海天也是不公平的。你说呢？我希望我是多虑了，亲爱。今天是平安夜，我想……啊，等一下，接个电话。喂。哦，你马上到我办公室等我吧。最近这胃口就出奇的好啊！嘿，来，吃自己的啊！我的手链，好看吗？好看。你净看盘子里的肉了，看什么看呀？漂亮，品质不低。我老婆喜欢的东西我都喜欢，净拿话糊弄我，我还拿话糊弄你啊？那我给你说的化妆品的事儿怎么样了？哼，你还真问着了。我那哥们过两天从香港回来，你所有提到的化妆品全都给你买齐了。买的对吗？夏奈尔的香水淡香型5号，飞地的口红，紫红色，不带荧光。迪奥的粉，干湿两用。勉勉强强算你记住了。我都佩服我自己。而且我告诉你，我还额外给你买了一瓶眼霜，特别贵。什么牌我忘了，因为我老婆眼睛长得好看，你好好保护。去去去。哎，听海玲说最近心爱好像有什么情况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他的情况我怎么知道？那石磊的情况你总该知道吧？哎呦，这是咱俩的晚餐，不聊他们行吗？来，喝酒。哎，吃不了给我啊。圣诞快乐！圣诞快乐！跟我还客气了，走，看。姐，资金的事儿，这两天公司我们想的，咱俩休息。刚才看见你们的沈总好像和海天的老总在一起，哎，那个石磊啊可是个人物。
望你的眼，在每一次相遇的瞬间，想你的眼在回忆中辗转，似迷途的孩子要归去也难。深言是命运的中转，你的心愿也牵动着我所有的思绪万千，转天的那瞬间你消失在人海，心儿像一只船找不到彼岸。你看那扬起的帆，总能乘风远航，心不再搁浅。寂寞的船，渴望停泊的港湾。无垠的海，总是给予备岸，幸福的温暖。想你的眼，我将真情给你，夜色正阑珊。爱的深渊是命运的中转，你的心愿也牵动着我所有的思绪万千，转天的那瞬间你消失在人海，心儿像一只船找不到彼岸。你看那扬起的帆，总能乘风远航，心不再搁浅。寂寞的船，渴望停泊的港湾。无垠的海，总是给予备岸，幸福的温暖。想你的夜，我将真情给你，夜色正阑珊。